新闻一开始，先带大家来关心管教活动的消息。嘉义市芳仁女中伫旧年到日本，甲日向高中来进行音乐交流。今年的嘉义市管教节，来自宫崎县的日向高中管教团来参与表演。30号两校因为管教文化再相逢，建立起更加绵密的感情。日本日向管教团快乐管教声，和两校的师生是嗨翻天。同款，身为芳仁女中大学生的嘉义市长黄炳辉特别来欢迎乐团的走访，共同欢度相逢管教快乐的气氛。快管乐声就是向人快乐。日本宫崎县日向高中管乐团来参加冈崎市管乐节表演，是一支优秀的国歌团队，奏起无敌铁金刚，乐声响起，欢声雷动。老在休息的管乐声，带领同学热情的舞蹈，嗨翻两校师生。管乐会当热情撼动人心，让人不由跳起舞来，就是这么啊迷人。芳仁女中原住民周作的歌声迎嘉宾，相当难得，两校异地再相逢，为椰林大道提小国旗、日本国旗，同学快乐欢迎嘉宾，一起客气，情谊高涨，透过管乐甲美妙合唱声的催化。同学之间的情感更加绵密。国际管乐节，我们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但是今年的国际管乐节更见精彩，因为在这里呢，特别亚洲双簧联会来到这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整个国际管乐节当中，最重要也是压轴的乐团就是我们志向中学。我觉得我一定要来到这里，欢迎这一支最棒的乐团来到我们嘉义市。我谨代表嘉义市民欢迎所有的好朋友。在迎接新年前夕来举办的嘉义市管乐节，吸引了世界团队来台湾参加管乐盛会。22年来，盛会圆满，更证明嘉义市有充分的能量举办国际化的节日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